秦香莲才三十二岁，她两个当场驸马两个齐天王，你看驸马两个齐天王，他们俩又勾在脑后里。姜壮之家只在了一地大堂的上，切记切记，不能光用鼻子唱，光用鼻子唱会影响你的声带的发声的就是耐唱力。尽管是快板，在我们的快板当中也有阴阳顿痛，不能可口灌。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安平。上一节课我们说到这个铡美案导板原板，那么接下来我们在教授快板。整体的这一段稳定劝说的讲述的是导板和原板，他在讲告诉观众这段故事的原委。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实质的，就是跟陈世美有对抗的了，哎，就是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较量。那么后边的这个词儿，这个词义，驸马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香莲状。那么从这段词义来说，就是两个人在包公在劝的时候，陈世美没有被包公所感化，相反他出言不逊。那么此时此刻的包公就已经下定了决心，我要为民除害。所以说我们整个唱这段的，从气场上我们都要把自己正义的一面，从包公的内心来讲要把它无限放大。驸马不必巧言的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咚个滴个大个咚，香莲状，拿上来给他看看。他是这种非常豪放的这种正直的气场要出来，好吧？我们大伙来一下。驸马不必巧言讲，现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我们唱这段的时候呢，我刚才说这个气场问题，气场呢是需要我们用字用气把它推向这个大的气场，是吧？那么就是驸马驸马，就马上这
这声叫的驸马和尊一声驸马爷，你看它有区别的，是吧？尊一声儿驸马爷，他还是非常客气，这就没有这么客气了。驸马不比秋叶的将，闲有凭据在公堂上，人来看过了，东边里边大个东乡连庄带上来。拿出来给他看看，他说这个气息一定要有压四方的感觉，这种气场，哎，所以他才能把他的庄严威严还有正直刚直不阿的这个包公的形象才能压得住镇得住立得住，好吧，再来一下。1、2、3，驸马不比秋叶将，闲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相连庄。你看，相连庄太长了，没必要把它拖得这么长。这是下定决心了，我们跟你说，下决人来看过了，东个里个大个东相连庄，走走走，带上来。他是这个相连庄，拖泥带水，对，不要，这一定要唱干净，啊，再来。驸马不比秋叶将，闲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相连庄。好，小朋友自己来一下，好吧，我听一下。驸马不比秋叶的将，闲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相连庄。哎，你唱的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吃字。你看，你跟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唱的时候，你不显，因为你音小，你声音小，他们的声音大，把你声音盖过去了，你不明显。你自己一唱的时候，马上就反应出来了啊。驸马，驸马，你很清晰。不比秋叶那将，闲有凭据在公堂啊，闲有凭据在公堂上，人来。非常清楚，你要把你每一个要唱的字很清脆的送到哪怕是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去，听得都非常的清楚，这是嘴里需要有功力啊。你小但是可以原谅，你学的时间短，但是呢我们要教的时候要学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的唱的规律和法则来学习，就不容易走偏，好吧，你再来一下。驸马不比秋叶那将。哎，你看，驸马不比秋叶那将，不比秋叶那将。哎，很清楚。不比秋叶，就回去了，不要吃字，再来。驸马不比秋叶那将，闲有凭据。闲有凭据，闲有凭据在公堂。闲有凭据在公堂。哎，人来。看过了，相连庄。嗯，好，明博。驸马不比秋叶的将，闲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相连庄。嗯，明博呢，就是你的嗓音呢，很亮，是吧？有金属音儿。但是你就切记，不能光用鼻子唱，光用鼻子唱会影响你的声带的发声的，就是耐唱力，是会不是唱的非常的这个久，唱几段也许我就哑了，就是发音的位置，发音的一个习惯。那么这个习惯呢，也就是说你要调整，要找到你最适合你的音色的发音。这需要练习的发音的位置，我们唱的时候，尤其花脸，上半部就是脑部，
鼻子是中部，我们嘴是下部，就是一二三三楼三层，啊，我们经常可以串门，也经常可以串。我们需要用头腔、鼻腔、口腔、胸腔，我们随时可以调整过来。这是要一种锻炼的一种方法。小张，驸马不必笑眼睛，此言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过了相连庄。你的那个嘴里咬字的问题呢，就是乡音还是比较的严重。那么驸马，你看驸马不比乔眼的江，乔眼的江，你看他是张口音，他已经张开了，那个你这个在张口音的时候就要把嘴张开，不要还要闭着嘴还咬着牙，就是很恨劲的唱，这样的话对你的发音的音量还有你的这个发音的准度会受到影响。哎，先有凭据，先有凭据，在公堂啊，在公堂当中，人来看过了，咚个里个大个咚，相连庄，哎，很干净，就摆得很清楚，好吧？那么这个需要你下去自己去不断的练习。啊，你就在那个唱戏吧的手机软件里边，你可以下一下，可以不断的练习，好吧？那我们再把这一段整个再来一遍啊。一二三，驸马不比乔眼睛，前有凭据在公堂，人来看。这个最后的这个切掉的这个音，哎，比刚才那个就感觉唱的比较精妙一点，哎，刚才那个拖长了呢，就感觉有点傻，是吧？一定要好吃不能多给，但是给就要给足，吃一顿，哎呀，真舒服，啊。那么我们接着往下，好吧？那么就现在这段快板，接下来这段快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在。我们京剧的这个唱腔当中是非常经典的一段，而且也是裘派花脸里边的一个经典的唱段。先示范一下啊。驸马爷，近前看端墙上写着，这三个字非常重要。为什么？他写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哎，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的转告当朝，驸马两个七骏马的面黄长的悔婚男儿，赵东闯的杀妻。哎，他这个杀妻灭子，是后来加上去的。老的电影的都没有杀妻灭子，我认为这两句词加的呢也比较贴切，杀妻灭子也正好扣题，是吧？否则的话这个陈世美呢也不够这个斩首的这个罚是吧？所以说他杀妻灭子，他有杀人的这个迹象动机了，而且已经付诸于实施，所以他加的这个我感觉还是比较合理。
那么杀妻灭子两个心丧他彼此寒气，灭子两个心丧他彼此寒气，再灭我唐江庄之鸦。这个切口是非常重要的，江庄之鸦就片在那儿，只在乐意的大堂啊上，那他大堂上这三个字把整个这个戏的高潮一种气势全都唱出来。三个人来一下好吧。驸马爷今晨看端详上且着，秦家面当战士儿孙子整个当朝，驸马哪个气质王当宝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杀妻灭子两个心丧的彼此恨情，这表我曾经当之压这雷了夜的大堂啊上。好，那么我说一下这个刚才你们唱的就给我的这种感觉啊，尽管是快板，在我们的快板当中也有阴阳顿挫，不能可口灌，这个切记，尤其是快板就竹筒倒豆子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在咱们的音律当中，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驸马爷这三个字，为什么驸马爷，为什么咱这么强调这三个字，这是定咱们的节奏，我们唱的节奏，我们后边的这个应该唱什么节奏，这三个字是告诉古诗琴诗我们要在这个节奏当中唱，定节奏。驸马爷今前看端详上写着，上写着完了之后下来，秦香莲三十二岁这儿我们就要揉着一点，这是唱的一种技法。上写着秦香莲才三十二岁，是逗着唱。秦香莲才三十二岁，他转个当朝驸马郎个齐君王，你看驸马郎个齐君王，他面黄又勾的脑后音啊，齐君王他面黄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的杀妻，这是真的。杀妻灭子两个心，杀妻灭子两个心，丧他彼此寒气，你看又没有使劲。这个我们唱当中呢不能使拙劲，要唱的俏，要唱的巧。江庄之鸦，就搁得非常干净，一点小余音都不留。江庄之鸦，只在那一地大堂啊上，大堂啊上，一定要坐住，是吧？我们再来一下啊。驸马爷近期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大三十而孙权怎敢当朝，驸马郎七千王的满皇上的悔恨男儿，赵东闯杀妻灭子两个心上的彼此恨情，这两个曾经闯之殃，这是谁来夜的大堂安上。比刚才好多了。那么整个现在唱下来呢，就是给我的感觉啊还是明博，不要把那个鼻音用得非常足，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在鼻子上唱，你这个鼻音的反差没有了，所以说要掌握，要巧用鼻音，不要句句都用鼻音，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把这个技法一定要好好自己的练，练好了之后，那么对你的唱，对你的发音，对你的嗓子的耐唱性是会有提高的。你看江庄之鸦，他还没上鼻子，江庄之鸦只在那一地大堂啊上，他最后呢上，那他这是归着鼻子的。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唱呢有四声五法，收拿奔放是非常这个锻炼我们的唱法的控制能力，就是我们的唱腔要想唱得筋道，一定要抓住这种技法。那么你久而久之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锻炼当中会提高很多。我们整个再把这一段再来一遍好吧。哪里开始啊？驸马爷今晨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才三十二岁的闯荡当朝，驸马郎七千王的宝皇上的悔婚男儿，赵东闯杀妻灭子两个心上的彼此恨情，将表曾相闯之殃，这雷了一地大堂啊上。
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会偷气，学会抢气，千万不能憋自己。一憋自己，你后边还有一大出呢。我们现在学的只是一段，那么后面有一大出，你气息排比不匀的话，后半出没法唱了，把嗓子唱哑了，唱疲劳了，就盯不下来了嘛。那么气息的运用也是我们球派的精髓。你看，驸马爷，这口气就叫偷气。驸马爷，你看这用鼻子用嘴已经把气吸进来了。金钱看端墙上写着，上写着秦腔，你看这是抢气。上写着，我这口气又进来了，又吸进来了。但是我不能让观众，不能让这个观众们听到我在喘气，其实我在抢气。这个抢气比偷气更难掌握，掌握不好，一口气喘不上来，憋了自己了，也许这一下嗓子就哑了。明博应该在舞台上演出应该有这个体会，是吧？哎，有这个体会。那么我们恰恰我们这个花脸的快板是我们的看家的，哎，我们花脸的这个舵板快板那是相当精彩的，而且也是爽啊，唱出来让大家好啊，有这种感觉的。跟老生啊，跟旦角啊，我们花脸快板舵板那是唯我独尊，那是我们强项。哎，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强项发挥到我们的极致。驸马爷，金钱看端墙上写着，秦腔连弹三十，你看秦腔连弹三十，这又一口气。二岁他转个当场，又一口气。驸马啷个骑着马个，你看骑着马个，又一口气。庙皇上的回魂男儿，赵东闯的杀气。灭子两个心，丧，你看灭子两个心，心心，又一口气。丧他彼此寒气，在庙皇长江闯之下，只在了夜的大堂上。他这种到最后，你唱到大堂上的时候，你气力感觉还是很充沛，用不完。这里边这里边当中需要很多的小气口，就是抢气的气口，这个必须要把握住，好吧？我们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咱们上琴，咱们大家唱一遍，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刚才这一段啊，你们上了琴之后呢，唱下来的感觉呢，快而不乱，哎，不能赶火车，不能自己赶了自己。驸马爷，金钱看端墙上，越唱越快，越唱越快，就不行了，容易骑上，啊，那么我们在快当中快而不乱。驸马爷，为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个咱们的乐队老师也是一样，我们跟他是根据咱们的尺寸定的节奏。驸马爷，他永远是跟着你跑的。金钱看端墙上写着，秦腔连弹三十，二岁他转个当场，驸马哪个气质马当庙皇上在回魂男儿，赵东闯的杀气，灭子两个心，丧，你看杀气灭子两，他不能杀气灭子，那你就敢露死自己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节奏的快慢轻重应该掌握的扎实，不要赶漏自己，千万不能赶漏。你越快，京胡是跟着咱们走的，板鼓也是跟咱们走的，那就一块都骑上了。所以快板
既是我们的经典，它的难度又很大。好，我们再来一下，好不好？这遍呢就比刚才那个第一遍要好多了。哎，我说一说呢，大家就是以后在唱的当中要注意这些个问题啊，包括我们最后一句，一我顶了牙关为那装，你这个不能再接着刚才的那种激动的情绪啊，就是都说完了，我把话都说尽了，执行不执行可就是办不办可就是你的问题了。一我顶了牙关为哪桩，就给他搁在那儿，自己想去吧，后果自己去想，他是这么一个心情。所以我们唱戏一定要唱情，唱心，用心去唱，这样的话观众会有直接的感受，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我们铡美案的导版、原版、快版都讲完了，都教完了。那么，我们今后呢，回去呢，我们可以多多练习，多多练习。我们希望我们的唱呢，都从人物出发，一定要唱出我们的人物的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也希望呢，我们下来呢，关注一下我们央视戏曲频道。唱戏吧手机软件，那里边呢，有我的原唱，也有我的伴奏，我希望大家能跟着它去练去学，好吧？谢谢大家。